CS9 从148.6经过5个半月的中药哈，长了5.5公分，现在已经到了155。好，啊，你有没有准时吃药？没有。啊？为什么没准时吃药？没准时吃药，效果还那么好。对啊。啊，你为什么这个没有准时吃药？因为学校有时候来不及。学校来不及，不过应该都有喝长高汤吧？啊，这个妈妈特别的监督他哈。以我正常的一个这个治疗的效果，通常一个月4周大概0.6、0.7，6个礼拜才会长1公分，所以通常再长4公分啊就很厉害，结果你长了5.5公分啊，赞不赞？赞。来，把这个治疗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啊。